三二一 ，go！ 啊，一 ，go！ 啊啊啊啊！你看，妈的，躲在龙沟里面啊！对啊，还在吧？喂，错啊！喂，哇哇，我的最爱耶！现在呢，今天要拍的这一个 content 呢，是讲关于圣诞节特辑的，就是要交换礼物啊。我们要交换一个好跟一个坏，好的呢，我们讲要买50块以上的，50块左右的啦。那坏的呢，就是5块以内还是什么东西啦。OK， 就买一个好跟一个坏啊。所以现在好礼物呢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这里里面换的有男有女，所以应该肯定要买一些大家可以共用到的。坏的不用讲了，坏的一定就是要很坏的。啊，圣诞节了嘛，现在我们就要去找礼物先，下楼，来到楼下这边，可是我真的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买耶，懂吗？现在有点尴尬，懂吗？所以坏了呢，我就打算买鸡蛋。呀，为什么我买鸡蛋呢？圣诞节嘛，没有人陪你过年，还有鸡蛋吗？剩下一个鸡蛋陪你，圣诞节嘛，是不是？OK， 接下来最低楼这边了。最低楼这边应该是比较多东西，因为我刚才从楼上看下来啊，有很多看得懂那种圣诞节的东西呀、啊，应该可以随便买，因为等下我坏的东西也在那边买嘛，啊，所以我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。对，我再来到一间很美。我是看到有一个水壶啊啦，水壶这一个，因为我们每次拍摄都要喝水嘛，所以我们就应该要买一个水壶，就是蛮美一下，就买这个来了，然后再买个鸡蛋，我的东西就买好了，对，就买这个东西就够了。所以现在我要快点走，走出这个店，然后不要给他们看到我拿这个礼物，因为我现在拿去楼上包，我要买鸡蛋，圣诞鸡蛋，我现在要去买鸡蛋去了。OK， 现在来到鸡蛋这一区，各式各样，什么鸡蛋都有。Okay， 所以我不理了，先买一个鸡蛋。OK， 现在礼物已经买好了，两样，好的跟坏的，好的就是一个保温的水瓶啦。然后坏的就是鸡蛋 ，OK。至于为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呢？等一下你们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找礼物店包礼物。哎，我看到一个很熟的人呀。哎 ，Hello， 这边买吗，小薇？哎，买这边，这边买吗？这边好，我是我妈叫我帮我买的东西。尴尬了，现在这轮尴尬了。已经没有时间包礼物纸了，因为时间要到了，所以我就买一个盒子，一个纸袋来装我好礼物的坏礼物。当然美的跟丑的肯定要分开来放了啊，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纸袋很普通，这里面东西又很高贵，那我觉得这个盒子很美，可是里面东西又很无奈啊，也就这样特别。嗯，所以我们这已经买好礼物，也是有机了，我们两个再找其他人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公园玩我们的东西。至于我们要拍什么东西，大家看就知道了。OK， Let's go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董，来介绍一下。我是施涵涵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白羊。我是施涵涵，不是小羊。我是 Yugi。 OK，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一个很大很大又没有很大的公园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会有买了，就是啊好的礼物跟坏的礼物，然后过后呢我们又要彼此一起交换。我们要讲完呢，我们全部人我们就等下会一起去尝 什么角落都有可能性，什么角落也没有可能性的，树上也有啊，龙沟也有啊，还是给路人驾驶来跑啊也无所谓啊，拍谁啊。OK， 所以现在我就去尝礼物了啦。OK， 现在我要尝我的两份礼物啊，一个是这样的盒子，一个是这样的东西。我打算坏了嘞，我就随便藏在这一边先了。OK， 太笨了，他们也没在这边呢。哎，坏了我就躲在这边，他们应该看不到。OK， 躲在这边，我找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放了。有没有地方可以挂住嘞？这是好的礼物哎，好的礼物不会太容易给他们发现了。OK， 现在我就把我好的礼物哇藏在
这一边，我有蚂蚁耶，这一边。可以啊，唱好了，谁看谁抽到我的好坏礼物吧。啊，好，这样我回到来了，看看看，看看看看看他们，看他们，我。啊，我们准备出发去找我们每个人都藏的礼物。嗯，嘟嘟嘟嘟，嗯，来，一二三，就再开始，不限时间，找到两样。一二三就开始够了，二一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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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跑跑跑，好了，来两样礼物，来后面看到他们的影子，多么的好看。想找啊喂，范围这样大。想不想找？我来，呀呀，这种安格没有，我找看，哇，找礼物不简单哎！啊啊啊啊啊！那谁啊？找到一个了，下午拿到一个礼物，里面奇奇怪怪，奇奇怪怪啊！梦做什么啊？现在我们找看一下，还有谁会有礼物可以拿哦？所以现在我们来找看一下，还没有人的礼物。小白羊找到一个，你看小羊一个都没有。啊哈，思涵也找到一个啊 ，Yuki 这也是找到一个啊。嗨，们，加油！我回去先了。我找到第二个啊！哇，水躲了这个，你看，妈的，躲在龙沟里面。哇！哇，躲在龙沟里面，我在。收到了两个礼物 ，OK， 所以我就先回去。这一次拍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计划，由他来想到了。今天我们提早收工，我们提早收工啊！我早啊，这样辛苦嘞，哈！哎呀，所以现在我们就等他们回来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耶、yeah, ，早安，全员归队。现在我就开箱给你们看，我拿了什么礼物啊 ？OK。现在呢，我找到这两份礼物，哇，他们包装的美 ，OK。所以我首先我先开这个 ，Just for you， 看起来很像很浪漫这样哦 ，OK。OK， 这个我告诉你，这个是我的礼物，这是 Yuki 的礼物，而且这是我的好礼物，哇，真的、啊，哇，这是 Yuki 好礼物，这是我的好礼物，哇，这个价值不菲，跟你讲，你开了你一定会喜欢，而且因为这个是男女都喜欢的一个礼物。哦，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刘哥他送了什么东西。放呀，放呀，看一下吧。喂，不错啊。喂，喜欢我看到蛮喜欢的呢。我喜欢，这个我喜欢。哇，我的最爱耶。哇，哇，我本身真心的不哇。我本身是个 Marvel 迷，而且很喜欢 Iron Man 的嘞。来，我们来想看一下。哇哇，可以听，我可以重写一个吗？卡住我的手。哒哒哒。来看一下，哇，看到吗？好可爱，而且还可以开的呢哇！它这个是还可以开的。哇，我很感动哎。哦，还有带头，后面有开关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开开开开的。OK， 我。我跳舞啊！哇，很 Q 哎！我跳舞哎！跳一下！哇，你看这个，奥利跳舞嘞，很 Q 哎！看他的脸，你看我这样移位，哇，摩擦摩擦，啊，头一次要讲可以。来，这样向左走，来向左走，向左走，真的哦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向右走，啊，没，哈哈哈哈哈，哇，被我们了，哇，很可爱哎。不错吧？哇，我喜欢的，就是，这是谁的礼物？你没有开，画的很漂亮。我拿看，我拿看。
可是好的礼物。哇哦，他讲是好的礼物哎，哇哇哇，女孩子礼物哦，好的一定很有心思的，所以哦，这个什么好，慢慢开，哇，他好的是，那个是好的，我也是很期待史涵要买了什么礼物。OK。哦，哇，买了吗？买了。哇，里面还有彩带哦，已经，因为我怕你们咬了。哇，十四岁了。喂，哎，好来哦来哦，人家好礼物，男的女的都会喜欢。你的就我一个嘛，所以我就选男的。哇，这个不简单嘞，专门为男生。来看了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一幅哎，哇，两份好礼物哦，好礼物哎，你刚买呀，我哪里可能不是穿？脱衣服，脱衣服，不要吓到女孩子。我怕有腹肌会吓到吧？真的，看看合身吗？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看你们全部差不多。我不错哦，哇，所以我现在我就一直穿着这件衣服了啦。OK 啊，好，所以我今天，哇，林总真是很高老帅啊，我觉得很高老帅，两个都是好礼物哎，感谢第一个 Yuki 送的 Iron Man 跟这一件是史涵的衣服，耶、yeah, ，谢谢你们，圣诞节快乐，耶、yeah, ，Christmas 快乐，圣诞节快乐，耶、yeah.。OK， 所以呢，我这个圣诞特辑我们交换礼物，我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了。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你们也看了他们的影片了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我们的影片，我的影片多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们每个人的频道。来，他们就是 Yuki、小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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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重点是我了。OK， 领导。OK， 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